这回去给我师傅助演还是挺有特别有收获，特别有收获。这个有一小插曲挺好玩，我跟你们分享一下。这是头一回给我师傅助演，然后说这个集合啊，我说在哪儿集合呀，人家问出发地在哪儿啊，有从演出的地方出发的，就从演出的地方出发去南京。那我一想，我在天津，大部队肯定是从北京出发呀，对吧？我就别从天津走了，显得咱们这么不合群儿。我就报了一个，我说我从北京走，显得咱多那什么呀，是不是？特别啊，找组织，哎，特别好。我拎着箱子从天津坐车到北京南，我那儿看见三哥了，我说三哥，嗯，我说师傅呢？师傅从天津上车呀、哎，我找组织去了，结果组织就在天津。结果我们坐这车到天津南一停，我师傅上来了，蹦登舱。